看看排位啊。我们现在是多少赛季啊？17还是18？我看一下。哎，我们现在多少赛季啊？这上面没有血啊！算了，直接看我尾气吧。我们现在是17是吧？哦，17。明天18。他没有大改，小改排位啊！小改排位啊！我操，没大改好像。还是扣50分啊！这个他妈这不痛不痒的，这不痛不痒的没啥意思呀！烂了烂了。不痛不痒的，我真的小改，看了我都没眼看了，我真的蒙安台耶，扣50跟75有区别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制造系进化点数升级到200，是升个甲。花200血，然后我升50是吗？花200块钱升50甲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说一下就升200啊？应该是说一下升200，不是说你升一下要200块钱。对，应该是一下升200，是吧？一下升200，升一下多少钱呢？没跟你说，100块钱吗？花50升200啊，那他妈太屌了！有服务器的地方，花50升他妈200啊！我操，前面对你他妈全肥起来，全红甲金钱打架。花50升200，哦，多了50，不是。以前是花50升多少来着？升50是吧？以前是升50一下，现在一下升200。人均红甲呀，现在全工业红甲现在。哦，一下150，妈我忘了，短路了，好吧。
短路了，短路了。好，下个话题，暴走轻机枪和299放出来。复仇，只要30和那个配枪还行吧。30加赫姆洛怎么样？不，冲锋枪加赫姆洛怎么样？你说以后配枪会怎么配？复仇和狙击点、牧场比克进复制器，外面的枪好多可以玩的呀，现在。而且复仇进去也不消，很强。将栓机、扳机和锤击点从轮换中移除。锤击点地上有呗，那就是意思呗。加速装填器和干扰子弹放到轮换中。299加汉洛，好像可以哦。提升后坐力，降低一点伤害，降低半点爆头。蓝色与紫色武器配件刷新率降低20%。蓝甲和紫甲刷新率降低30%，有点牛逼。所以开局有个好甲特别重要啊！倒计时，牛逼了！现在站起来，倒计时。新弹道与子弹，移除即时命中，移除。迸发是迸发是吧？迸迸迸迸发，迸迸迸迸迸发。的激光可以打开门，打得越远，命中率越低，伤害越高，合理的。按住键会充能，松开键会降低充能。哦，充到100会发射。行，到时候练练支泵得练练了，现在。换弹时间快了一点，我操！哎，这是单独的还是跟他一样的？不，以前不都一样的吗？他没弹和有弹的换弹速度不一样的吗？自动，这个怎么还这么久啊？持枪移动速度。开镜或腰射降低0.5，哦，就是开镜拿冲锋枪，移动速度再慢一点，你要爆头那个伤害低一点。提升20%啊，有点厉害啊！这个和平一枪破甲有可能啊，带着这个干扰子弹一枪破甲。哎，下版本喷子这么强，这雷的就是范围变大了。弹道的 Q 技能，将过热开始冷却前的延迟降低1秒。什么意思啊？将过武器冷却时所需的时间降至8秒，什么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
大招看过了。烫手，他不就打到子弹到了，他就烫了吗？哦，烫手就是有延迟，烫，本来是烫两秒的，就是过载了，烫两秒变成烫1秒是吧？哦，这个 CD 是呗？哦，这个 CD 呗？哦，这个 CCD，OK。减速时间降0.5秒，就等于没有，就那么一下，然后。哦，就是 Q 变慢了，就是冰嘣，本来是冰嘣，冰嘣，现在是冰嘣，冰嘣，懂吧？然后沉默时间也消了，这个设计师真的脑子有问题，我跟你说。比赛前呢，先加长一下希尔，然后后面打完了之后呢，又消一下希尔，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本来就已经差不多 OK 了，再加长一下，好，现在又消一下。移除一些。造型点位，有资主可以发来价值10余次高能弹幕。食堂阿姨说，这都不懂，我当时怎么教你？现在所有点位都有相同的概率刷复制器和侦察信标控制台，相同的概率啊，不会说你这边多刷点，那边多少刷点，就争取你打个6把。你可能这边有三把，那边有3把，或者是，你懂吧？这还行，本来就该这样了，不应该他妈一个点。这些本来就是控制之外的东西，你也要搞这么多。这个还行，我只能说还行。这个啥都不用看了。这看过了。小队成员边框中最左边的弹药会代表目前装备的武器。终极技能能在载入靶场至靶场切换传奇完全充能，确实，这个大招每次都得按一下那个充能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搞啊！明明一个设定就是，你直接进去就是大招就行了，非得跑过去充一下那个能，每次用完充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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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这么复杂，就弄个气给你，也不给你直接充，得让你自己充，你在那边用完了跑过来充。现在能在生存道具上使用多张贴纸，这有屁用啊！我操，专门在一些没有用的地方搞特别多的动作。哦，现在没办法，穿墙按那个互动键了。我说他要搞也是在那个什么枪皮上搞多张贴纸吧，
他现在枪皮只能贴一个，他在那个生存道具隔板气球能多贴几张，真厉害吧。